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5.07 元素最强主 C 出炉，水火两系最卷，岩系第一人非娜维亚莫屬 5.1 卡池大反转，炒成胡桃复刻 5.2 到 5.3 卡池曝光，岩女技能改动。元神娜塔 5.0 卡池已经来了，马拉尼、万叶也已经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而说起截止到 5.0 版本，各大元素最强主 C 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雷系最强主 C 雷电将军二命，目前已有的五星雷系主 C 分别有雷神、克勤、塞诺、克洛林德。二命雷神在众多雷系主 C 中，不管是手感还是伤害都属于顶尖，综合来看二命雷神更全面一些。然后就是最强兵系莱欧斯利了，冰系的主 C 角色也有不少，像神里凌华、甘雨优拉等。不过要说起 5.0 版本谁是最强冰系主 C， 莱欧斯利更胜一筹。而说起最强水 C， 就目前来看水系角色还是比较卷的。要说起水系主 C 第一人，估计很多玩家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龙王纳维莱特吧，用过的都说好。至于火系最强主 C 角色，随着仆人的登场也发生了改动，虽然火系主 C 角色很多，有林尼、萧公、胡桃、迪卢克等角色，但是仆人在机制和数值上就已经领先其他角色，妥妥的火系最强主 C。 除此之外就是风系最强主 C 了。说起风系主 C， 当前版本主要就是流浪者和萧这两位，两个角色各有各的优点，而随着闲云的登场后，萧的实力再次得到了提升，说是最强风系主 C 也不为过。岩系主 C 角色也有不少，分别有荒龙伊豆、纳维亚等角色。整体来看的话，最强主 C 非纳维亚莫属了。重要的是纳维亚不绑定岩系，且有非常不错的爆发强度，还是非常高的。最后就是草系最强主 C 艾尔海森了，目前的草系主 C 也就提纳里、艾尔海森这两位，提纳里更倾向于提8配对，主打雷草计划，艾尔海森才是适合平民玩家的真正草系主 C。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出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但 5.1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 5.1 卡池又发生了反转，之前那版本也被辟谣为假的。目前的消息来看， 5.1 上半卡池是希诺宁千之，下半卡池是纳西达胡桃，虽然不知道可信度咋样，但是这胡桃还不进混池倒是出人意料的。其中纳西达复刻看样子 5.1 卡池大概中离，莱欧斯利申赫应该不会复刻了。而说起5月2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网传的消息来看， 5.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恰斯卡风系成女弓箭主 C， 据说打扩散 5.3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欧洛伦。而早期的消息中也提到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也会登场，这么来看的话 5.3 卡池大概率是双五星角色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5.1 卡池新五星角色希诺宁 VR 改动也终于来了，简单来说就是加了个大世界天赋，在触发夜魂传递时恢复10点燃速并获得赤足效果，使队伍中自己的角色移动速度提高 15%， 持续10秒，赤足效果无法叠加，大世界能力再次提高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